比我的手机还要快一点。它先注意饼，这馅子叫红烧包呢，这烤饼呢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华，现在在麻城啊，今天下着雨，这边是建设路和工业路交叉口这个门，我们今天是吃这个丁三姐烤扒。没想过。要不要拿去？不要。你要不要的？搞得有广东人去不去？你们一般是当主食吃还是当这种小零食吃？我早餐吃啊，然后晚上可以当晚饭吃啊。吃个就饱了。是一个晚上他这里最喜欢开半个小时。啊、哦，那我这一会儿。今天下雨，早上人要少一点。完整。早上人肯定少一点。真的是娴熟啊，这个动作。啊。不要。你们这个店开了多少年了？三十多年了，一直是在这个。三十年啊，那不给我，以前是我老头子。啊，以前老头子做。嗯，在这里做了二十年。在这里做了二十年，那真的是家老店了。老店在麻城算老店，现在麻城我家做的年头最长。哦。在麻城年头最长。就是现在在这里烙完了，在里边焖烤一下。啊，一烤。它里边有水分，我刚才看了是吧？不是，那水它干了。里面是钢板，它里边也是主要是烘烤在里边。啊，里面是钢板，它温度太高了，饼烤黑了。哦。等一下，我给你找。哎，他们武汉过来，咱们吃这个。哦，出来呢。这个面也是老面的吗？哎，老面做的。老面做的是吧？哎。这冰淇淋很多是吧？你看刚才没有辣。十块的。刚才没有辣椒的吧？这便宜了，6块钱一个。嗯。这大一个吧？8块的。那这个你们统计就是一般说这一天能卖多少这个饼啊？多少个这个饼啊？这个时候现在是买300多个了，400多个。三四百个。哎。最高峰的时候呢？啊？最高峰的时候？最峰的时候，我们做到2009年开始做的时候，一般的最多700多个。那700多个，那真的挺厉害，这么大个店。现在人像那样做不得。啊。那做整天的，从早上5点半开始，到下午晚上8点钟收摊子。那做的就是5块了。做的是5块。哎，做的就是8块10块啦，有15、20都做了。哦，最贵的就是20的。啊。20的是吗？都是肉多些，饼干还要大一点。就是说它里边放了好多肉馅，哎，就肉多一点，馅多一点，大一点。还吃5块钱的多吧？吃。一般的下午就8块10块干不走。啊，8块10块多。早上他一般的吃不了多少，啊、早上就是6块。哦、啊。8块10块，就6块干不走吧。啊啊、怎么样，味道？不错，好吃。是肉馅，猪油也是。豆角，这豆角也是咸豆角，炒熟了的。这还有酱料，就是放那个往那个肉馅里刷那种辣酱。哎，可以不错。哎，武汉的这吃的。对。要不想吃再过来。就是每次都要烧肉糊一点吗？就是说那个。你说盐焦香一点。我说烤焦一点，它肯定好吃一些，脆一些。看看这里边的馅料啊，还是猪肉馅。货真价实啊，里边是葱，
火烧吧，就是有火烧的感觉啊。这个可不是糊啊，这是焦香那种感觉呀，那就是麻城的传统老手艺啊。就是问了好多路人呢，终于找到了这家店。这一面带点发面的，看，这面带点发面的，这面是薄的，带馅料这面。好吃好吃。